新民首先要来关心家己市的消息。中秋佳节即将要来到，为着关怀弱势团体以及低收入户，家己市议长郑宏安甲大溪社区连续第四冬邀请弱势团体以及低收入户家庭参加中秋节烘肉活动。日前伫228国家纪念公园温馨登场，现场设开99桌，邀请将近千位的民众做伙来参加。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家家户户正准备欢度中秋，伫咧社会上依然阁有济济个弱势民众，往往连平常时个生活拢真困难。嘉义市议长郑宏安含大溪社区发展协会合作，连续第四年举办中秋团圆晚会，现场设开99桌，除了参加个民众会当品尝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个美食，阁有两人数，阁会当来欣赏到相当精彩个节目演出。机会既要必须单凭基金串联的奥汉双核协会顶台直播，和现场气氛闹得滚滚，让大家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啊、哦！那在这里啊、哦，我希望每一年都能继续再办下去啊、哦，把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啊、能够再让大家感受到一些温暖啊、哦！那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让这么多的有一些嘉义的市民、一些弱势的一些哈关怀的单位哈，能够来参与这次的中秋晚会啊。那这边我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的那个在来的那些协助的单位了哈。刚才议长也讲了很多这些赞助单位，那我们议会跟市政府哦共同合力来合作，来建设一个哦大大小小拢总欢喜，伫只徛起幸福。温暖爱心的好的一个哦，嘉义市哦，今天看到大家非常的欢喜，而且台北市长阮共同要来祝福今天的晚会会当圆满成功。中秋佳节就要来到，烘肉团圆晚会吼，就是团体阁有低收入户家庭在中秋节买当和一般家庭同款度过欢乐的节庆。享受合家团圆的和乐气氛，同时来感受传统节日的欢乐。可以当和各团体之间来联谊，增加着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最新新闻，张定生、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朋友啊，你知道为什么要换管吗？因为现在使用的管线皆为 PVC 塑胶管，用了十几年，这些塑胶水管容易破损，会漏水，更会影响到大家使用的水质哦。Oh, no.现在自来水公司将原本的塑胶管改为不锈钢管，除了提升用水品质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节省珍贵的水资源，目标要在10年内达成减少大约5座石门水库蓄水量的漏水。自来水公司与台电公司向市政府申请修补开挖，是否为了方便大家减少施工时间，协调自来水公司与台电公司在共同的时间内开挖施作。虽然工程必会造成生活的不方便，但为了节省能源及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哦。甲大家报告，时间的时间是100空高年到尾，到100空高年11月底哦。